在我们新加坡呢，我们成功的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热带草莓。对，请进。我们这里也有智能管理员。智能什么？我们在文涛朋友看过。哪一种云？看了之后会知道它要下雨了。我们正准备要释放气象气球。小岛国大发现！小岛国大发现，星期一晚上8点，八频道。想要更多小岛国大发现的知识，记得收听李联和建文主持的《午后同学会》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